很快就现在。请你们所有选手记得，心脏够强，不断磨练自己，成为一个耀眼的一个钻石。自己也是比赛出来的，然后我自己又曾经在泳团，我也很希望这些女孩可以一直保持着她们对表演的热爱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当助教，那我会用我的方式去鞭策她们，让她们发挥最好的实力。就感动了，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女孩子提起了最大的勇气来到了这个舞台。感觉回到了当初还没有出道之前那种氛围哦，非常期待 DDWorld 最终的成团。的所有人知道一个女团该有的舞蹈水平。哇，舞蹈担当来了，跳得超好的。大家好，我叫黄蝶香，今年18岁。我叫罗佩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裴杰，然后今年23岁。我的名字叫做葛晨宇，也可以叫我阿宝。希望之后节目播出后，可以多多喜爱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，让你们能够爱上我们。